三个荧幕跟一个五点一声道的环绕音响来做我的作品。这些作品是我在得知这个展览的主题是城市之眼之后，然后开始制作的。对我而言，这个城市之眼这个主题，我的理解是去理解这个城市，去了解这个城市。所以要理解一个城市，除了在视觉之外，还有其他，比如说触觉、嗅觉，有很多的方式去认识这个城市。那这次我的作品是以嗅觉为主题。嗅觉是没有形体的东西，虽然通常它可能是一个很微弱的一个嗅觉，一般人可能不会去注意到这样子的感觉，可是它是存在的，就像听觉一样，在人类能够听到的是一个一定范围之内的音域，超过了那个音域的声音，大家就听不到了，可是那个声音是存在的。然后潘川先生觉得，也许我们身体还是可以感觉到那个声音，那这个算是他这次想要表现的一个重点。对潘川先生来讲，他觉得嗅觉是在记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。那通常你在回想起某件事情的时候，通常也许最先会想到的是它的味道。那这次他的作品虽然没有使用任何的味道，可是他通过不同的方式，也许在看的时候，你会产生一种虚拟的味道，属于你自己闻到的味道，然后让这个作品更重要一点。他说：“你们好像可能不太感觉出来，这是台北的景象。那是他这的确是实景，他只是把它用一个比较抽象化去表现。那他想要呈现是台北平常我们看到的那一面。因为这城市的这个味道，他当来到一个城市的时候，他觉得他先感到这个城市是用他的味觉。那也许这样的味道不是你非常具体，你可以感受到。”但就是有一个比较一个，但是他说的确他对于譬如说他在对台北，他所以他又觉得台北有这个城市他自己的一个味道，所以他表现出来这个味道，也许它不是一个具体味道，但它的确是属于这个城市的味道。那你知道艺术家其实都蛮抽象化，那我想它是一个比较一个抽象的概念，所以虽然他一直在讲味觉这个东西，但他的标题叫做味，其实就是说这样的味道在真实的状况几乎是感觉不到的，但他觉得每一个城市都有属于他的一个味道，气味，也许我应该讲气味比较好，不是味道。对，春良怡其实他做了很多的现场的表演，那他去年也有来台湾，那他之前的作品比较偏重于 computer graphic 的这个作品，就是说用电脑程式去做运算，非常几何抽象的东西。那声音当然也有很多是电脑创造出来的，经过处理，然后非常一个就是说声音跟影像结合是非常，就是说他以前一直在做这一方面表演，从去年以后告诉我他加入了一些实景的拍摄还有实景录音，做一些结合。那
那也是跟电脑的语言做一些结合，但是这个作品其实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它几乎99.9%其实是不是透过所谓电脑语言去呈现，它是做一个真实的呈现。那当然电脑有一些声音的处理，一些影像处理，比如把它抽象化，那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一个跟它作品之前不太一样的地方。对，